飞豹彩虹膜炫彩灯笼拼接教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炫彩灯笼的拼接教程。这里是我们准备的炫彩灯笼材料，这次用到的材料还是我们公司的炫彩火焰纹材料。这个材料它的形状像火焰一样。炫彩灯笼一共有30片组成，它的片材有两个角，分别为一个是勾角，一个是平角。勾角需要对准勾角，平角需要对准平角，像这样拼接在一块，勾角对准勾角，平角对准平角，像这样，将它们拼接成一个五角星的形状。我们的灯笼就是由这个无数个五角星组成的。继续拼。平角对准平角，勾角对准勾角。剩下最后一片就能拼接出我们的炫彩灯笼了。我们的炫彩灯笼这就拼接完成了，这就是最终的效果，七彩绚丽，火焰的纹路像小火苗一样。